娱乐圈中出轨和离婚的明星不在少数，但能原谅对方的却是不多。文章出轨后，马伊琍选择了原谅，之后二人冰释前嫌，文章从小狼狗变成了小土狗，李小璐大半夜去做头发，贾乃亮选择了原谅，依然宠他爱他，奉为掌上明珠，但李小璐仍是不知悔改，最后两人猫和神离，分道扬镳，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，但也没有真正公开说是已经离婚。日本女星后藤真希曾是早安家族早安少女组的成员，2014年7月与小三岁的圈外丈夫结婚，生了一女，婚姻幸福，名气也在逐渐上升。但新一期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却是爆料，后藤真希早在去年便与28岁的前男友背着老公开房，这则消息真是像在平静的水潭中扔下一块石头，轰的一声，日本娱乐圈不再平静。据悉，后藤真希在去年通过社交平台与前男友取得联系，随后对对方大吐苦水，说丈夫家暴自己，两人婚前早已貌合神离，欲寻求一点精神上的慰藉。面对昔日深爱的女友，后藤真希的前男友还真选择了相信后藤真希，随即两人开始密切交往，并多次背着后藤真希的老